谢谢大家。我刚到家，等我一下。我们刚刚在练舞。谢谢，谢谢，恭喜。谢谢 7-11。没有当，不是 C 位也没有关系啊。不是 C 位也没有关系啊。等一下哦。好了。哇，好狼狈。恭喜变企鹅，我是企鹅，没错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加力，没错，企鹅星星，又是企鹅是星星。谢谢广湖，恭喜，谢谢。对啊，我也有录星星啊。期待接下来的活动可以看到大家。狗多几架旁，谢谢。我刚到家，让我补一下妆，拍谁？像星星的企鹅还是像企鹅的星星？应该是像星星的企鹅吧。谢谢双选拔，台语满分耶！林杰星 ，Hello， 阿凯，今天开始大学生，今天开始大学生，我已经是大学生一年啦，谢谢汤毛，而且很多大学都还没开学吧。豆皮三元，对啊，应该大学都还没开学，没那么早开学。9月4号新生训练，你说大学吗？空野，
看我越久会越心动，他们应该不会看我吧？我看起来那么可怕。还没开学是吧？希望大家看到选拔名单应该有开心吧？有我哦，虽然我上一次的直播不就是不是觉得我上一次直播感觉就是有种，他到底是有进还没进？就是我的发言会让会不会有没有让你们怀疑？我那么平静吗？真的吗？我以为我上次发言就是可能有让大家怀疑一下，原来没有吗？觉得我一定进欸，我的表情早就说明了一切。我是什么表情？猜87%进的有预感，我一定会进八成。没事的，大健他会继续加油的，他会蜕变，变得更好，然后再加入我们的。谢谢阿华，进了才会这样说。哎，感觉我会臭脸，会吗？但我有信心，阿凯，我才不会臭脸吧，米酒，我不会臭脸吧？我有臭脸吗？谢谢健健，这是有预感，真的假的？虽然心里觉得一定进，还是会怀疑一下吧。谢谢米酒的毛衣头，我被大家看穿了，我那么好看穿吗？哈，这样不神秘，我要有神秘感，不会怀疑，真的假的？对我很有信心，不能怀疑，怀疑就会成真。不会害怕吗？大家会害怕吧？哎，林杰这么说是不是？可以装作不知道，但是心里是知道的。但我绝对没有透露，对吧？我只是，我哎，但是我有想要就是说，只是用说的方式，然后有点卡是吗？但我是完全的信心，那么开心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哎，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家的 WiFi 值，我看它是不是怪怪的，等我一下哦。那就好，因为我家的就是应该说他给的网路线有点怪怪的，就是有时候会没有网路。他今天喝麦片，哎，被发现了。现在的知名度很高，如果常去看板那边。什么意思？顺便拿饮料。就是这样，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选拔成员的名单还算满意，有我的部分。先不讨论别人的话。豆浆红茶没喝过哎，恭喜选拔，谢谢柠檬，很满意。而且这次有气的，又有星星，又是气的，又是星星的，没有雨林 QQ 真的，有我就满意。但没有你的推，我知道，没有你哦，不是没有你的推啦，白痴哦，某某没有你，对，没有健健，怎么会这样？健健，怎么有？怎么会这样？都有某某了，你怎么还没有进啊？健健，赶快进来吧，健健。你也只是看我，动物园单，动物园单进。我今天投，哦，我刚开播前投了，今天最后天哦，有渐渐你就危险了，为什么？我会被挤下去是不是？
恭喜，谢谢勇。陈老师忘记你了吗？快去再投一次。不可以，不可以说，不可以说选拔铁板这种事情，不行。还是我还是会有，还是会很还害怕的这种选拔，关于选拔这件事情，就是买专辑很容易抄自己的推，想到就很开心，因为很多是不是？米酒铁板选拔，谢谢钢铁鸡神爱班茶，谢谢。谁说台下不能当星星的？啊，什么意思？铁板烧可以，哈哈，阿如可以。要有自信，要有自信啊！可是还是会害怕，你懂吗？恭喜你姐，谢谢 CS。不要膨胀，不可以膨胀，西兰不可以，一膨胀就会不可收拾。谢谢阿翔，谢谢阿翔。萌新 ，Hello， 班茶，一开始就很膨胀，不可以，大家不能膨胀，知道吗？谢谢 CS 的 Mojito， 林杰未来会连三拉三，连三拉三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膨胀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变大只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行不行，谁膨胀都啊，可能这只有颜值高的膨胀还会好看，不行啦。豆子倒是膨胀不少，你说你吗？阿凯，膨胀要变河豚。因为现在第六，对，我现在快点，现在DD52的冰放投票，开去投。连三连三庄家七台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哎、欸，我不会玩，我不懂。嗨，浓眉，选拔面帕版是什么？面帕版是什么？我的颜值不容置疑吗？太夸张了你们！先恭喜，谢谢浓眉，谢谢你的恭喜，投完了，谢谢陈。板条的客家话哦，面帕板是不是？面帕板，阿姐越来越美，嗨，喝什么？我喝贵格颗粒燕麦。阿姐的美是前三吗？保守估计是不是？连胡我也不会，我不会打麻将，还是那是扑克牌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玩欸。谢谢陈，谢谢阿如。危险的饮料时间，你说现在这个时间吗？难怪饼怎么涂都有啦，还是有差啦。其实你是装萌新是谁？他那么养生，宵夜。谢谢阿森的人气柜子选票，黄金超酷。宵夜吧是要吃哦，宵夜不是 ，Hello， 看不懂，宵夜不是要吃麦当劳薯条吗？不行，今天不行，明天有工作。阿杰前三里前五是不是很不错？不错，有自信渐渐。厂商都在等林杰当天喝什么饮料，好辛苦哦，辛苦厂，你是坏人战士，干嘛装萌新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谢谢，谢谢阿胜，恭喜今天上班看到捷径，谢谢俊，我也很开心。连三拉三就是麻将连赢三哦，抱歉，我不懂，我不太懂这个。谢谢阿姨，谢谢阿胜，谢谢陈，谢谢泡芙大叔。今天是庆祝日，大家吃起来。
没关系啊，换你的词。谢谢俊，谢谢纯，谢谢瑞瑞。宣布完，终于可以谈四单了，对，现在可以讨论四单了。因为断了钩是，哦，我刚刚念过了。不懂麻将，至少可以吃个麻将面，但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麻将面的。你的胃还没好吗，俊？好脆弱的感觉。期待 MV， 期待，我也期待。要是四单服装，林姐觉得怎么样？有什么喜欢的点吗？我觉得四单的制服很好看诶，我觉得很好看诶，而且它跟前面一二三单的设计就是又更不一样，我觉得很好看，还蛮喜欢的。鞋子好跳吗？鞋子没什么变啦，因为毕竟也一样都是高跟鞋，但是算是好跳的高跟鞋。我觉得它应该有比一二单好跳。林姐发带对不对？我的发带很特别吧？很谢谢那个姐姐帮我安排的是发带。很赞。这次很清爽，这衣服很好看。有两只阿杰 MV 可以看了。哎 ，Love 修行也有我啊 ，Love 修行。每一次都不一样感觉，对啊，渐渐是不是很赞？超赞！收到发带，大概就会想到我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这次的发带颜色超美，而且就是真的是最特别，因为大家通常都是就是夹子，然后夹一个小帽子或者是小蝴蝶结，就是小装饰。可是我是发带，就是最不一样的，很有辨识度，我很喜欢。怎么说？想说我很喜欢掉头发，有发带就很麻烦。对啊，因为我喜欢掉头发，所以如果我是用发带的话，就不能撩头发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发带。是很有辨识度的事情，所以其实我也不反对他，就是我还蛮喜欢他，虽然我不能撩头发，但是我愿意牺牲撩头发这件事情来戴发带。而且真的很特别，我很喜欢。真要说 TV Festival 也有阿杰，对 TV Festival 也有我，虽然镜头不多，然后就在边边角角，有发带骄傲一波，空月。发带整个气质不一样，真的。你说四单的两首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企鹅跟乌猴，没错没错，瑞瑞，远远看就知道是林杰，对，因为我头上有发带，超级好辨识。谢谢谢谢阿胜，谢谢阿胜，谢谢。没有刘海的成员就我，对，只有我，我对啊，选拔里的话是只有我，对吧？也没有啊，某某也没有刘海啊，某某也没有刘海。谢谢阿胜，谢谢阿胜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庆祝四单吗？这是庆祝四单的意思吗？对对对，他说对，他说耶，每一天都可以庆祝吗？谢谢谢谢阿胜，谢谢你为我庆祝，开心，谢谢，谢谢吧，哦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庆祝，我换一首开心一点的歌好吗？谢谢，这庆祝法很厉害，我也觉得。谢谢，我很开心。
我觉得我家网络怪怪的，我想要用我自己的网络看。停下哦。烧卡，微卡，真的吗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再开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现在呢？谢谢阿顺，谢谢人豪。现在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OK OK， 好好好。我们刚刚在说什么？忘记了。现在 OK。刚刚在谢谢阿胜吗？这样吗？谢谢 Tomo。连三拉三不是吧？法代话题结束哦，对，法代话题，反正就是我愿意牺牲撩头发这个动作来戴法代，因为我很喜欢。现在 TP 中分的是我跟云爵还有凛凛，对不对？是Momo，他是有时候中分，有时候又有刘海，然后好像就对对三个，偷偷帮我担心了一下，没事没事，就发带第一人选亚裔，只有我。玲玲最近也有时候中分，玲玲不是一直都中分吗？玲玲。哎，雨林开始喜欢刘海了，真的假的？全是在发呆，什么事？什么意思？头发最长是我吗？应该不是、欸，因为我跟马油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马油的头发好像差不多长、欸，可能我的长一点点，但是看起来真的差不多长。玲玲有刘海很好看，玲玲长得很好看啊。发带加我的光不是吧？是发带是让我加分的一个东西。哦，对，祖祖也是中分啦，对啦对啦，啊对啦，婷丽也是中分啦，对啦，忘记了，真是的。今天看到想说怎么发带又是阿杰，果真只有我才撑得起来。哎、欸，但是我前几天看小晴戴我的发带也很好看呢、欸，很好看呢、欸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对，果果也没刘海，又冒出一堆中分党，对我们还不熟，不了解谁中分没关系，我也不了解。忘记好多人，女团心结，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嘛，没我好看是吗？你只爱我，我也支持林杰发呆。只要好看的话，戴什么都会好看啦。你只会分露额头跟没露额头的，没露额头就是刘海啊。阿丽超漂亮的，我觉得阿丽超漂亮的。希望每次回归阿杰都有发带。嗯，应该是不一定耶，因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还在边缘吗？我自己跟自己边缘。拆完了。
单手拿笔电不累吗？还蛮累的。你觉得林姐超漂亮？谢谢范范，范范，范范很可爱。虽然不能撩头发，有点心酸。对，选拔发带没关系啊，俊。发带应该不会越戴发型。Hello， 臭米酒，谢谢命。是想最想让这个嘶哑暴怒，超好笑的。我知道这件事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现在会生气气。范范刚刚在做泡芙，他说加了豆。哎，你们在一起？你们现在在一起哦？为什么你知道他在做泡芙？施雅怒，谢谢幻战士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哎，你们有听试听吗？乌吼的一小段。这份爱太沉重，怎么会沉重？好伤心的感觉。谢谢西西。因为我心情太，好可爱哦，谢谢，谢谢范范。有怎么样怎么样，阿凯好听吗？别让队长生气，队长不会生气的啦，还不错，陈，才两句，哈哈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范范，没事没事，我知道。脚步声正激烈，光彩夺目吗？有到光彩夺目吗？大家的颜色好像都差不多。多唱几句，帅了，不可能。这男子不好看，对啊。我也觉得很好看。是他的制服，嗯，我觉得他跟前三单的感觉都非常不一样。三单就有点不太，三单一二单比较像一点，一二单像，可是。第三单跟一二单就不太像，你们懂那种感觉吧？然后可是四单又更不一样。制服算什么风格？嗯，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。看那个衣服，就上半身来说，欸，他不是有一个领，算是就那个领结，不太像是自己班的领结，他有点像，会让我觉得很像空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被我们唱完中文版后，日语版就回，我就听我们的就可以了，旅馆。光彩夺目风格，不是真的星星装，有点失望。哎，才不要穿星星装嘞！微不足道的是用不着挂念，用不着挂念，比你想象的还要素一点，很好看哎，我觉得我很喜欢。空姐很香，哈哈 ，Coffee tea or me，Coffee tea or me。
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啊，搞不好只有我这样觉得啊。我知道这首歌是星星啊，但是就不想穿星星装啊。哪有人打歌服在那边穿星星装的啦？呦呦呦，咪咪咪。因为素还所以很喜欢嘛，很喜欢素一点的，是不是花生？不要穿星星装，穿蜜蜂装，笑死！我说是空姐是空姐，我那么大牌哦。TB 自成一格。不过这服装跟星星丑，对啊，就是完全没有星星的感觉。夏天星星装先不要，会热死，里面应该都全部都是汗臭味，好可怕。这有许愿也吸引小朋友啊，不要，因为太鲜艳有时候看起来很突兀。嗯，看那首歌吧。超越制服的星星，没错。偶像汗不是香的吗？但闷起来就很臭了，好吗？现在装的比较凉爽吗？有啊，他裤子那么短，超短，而且他还无袖哎，他超清凉的。偶像会流汗好不好？说 hello。闷起来不是什么，还是一样香吗？这有待确认成。嗯，服装会跟中文歌词有关联吗？是没有，没有吧？我一定超胖，超胖，胖胖胖女人。为什么企鹅的帽子不会掉？因为里面有扣子啊。企鹅超级亮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吉吉名酒。原来是没穿裤子，有裤子好不好？企鹅有裤子。未来会到你，但你未到会场应该闷死。对啊，如果你穿那个那么热的话。阿杰清凉装什么？这次现在一定很难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很难抢？记得那件不许会涨价。还要坐连接梯吗？看你啊，阿翔。他这样的感觉会被买光。企鹅腿，企鹅那件我裤子超短的，应该是大家的裤子都超短的。企鹅那件很凉哎、欸，虽然头的部分是很闷啦，因为它是戴帽子，而且像你看我整个头发是放下来的，然后超乱又超闷的，可是。就是如果不说头的话，身体四肢是很凉的，真的超短，对不对？谢谢西西。是吧是吧，很短很短。巨型熊妹企鹅的裤子部分怎么了，玉人？不洗衣服的话，价值会暴增，因为是汗嘛。
企鹅是福利，因为很裤子很短嘛，公爷。阿杰的企鹅是对的人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这个原因吧？大家的裤子应该都差不多。腿看起来的，谢谢。如果企鹅 MV 在滑雪场拍，我们会对呀、啊，冷死了，真的，西兰会很冷。哎，我今天开到10:30哦，你们应该记得吧？我今天是到10:30。小妹穿天鹅装，为什么她那么可爱？认真的小朋友哎。爱醉唔加老鼻醉，对啊，瑞瑞。身为腿控，看到气人，说一个字，香啦，哭嘛。谢谢阿胜。阿胜，谢谢阿胜，嗨宏伟，谢谢逸晨奶奶阿翔。哦，对，我今天到10:30。奶奶阿翔，谢谢逸晨。怎么那么早？因为明天有点早，明天的工作有点早，所以我今天早点休息。觉得会紧张接下来的活动吗？目前的话就是在紧张 reset。对，目前我们都在忙 reset 的事情啊，我们找到，好痛哦。今天真的会早点睡觉的预告，对，因为明天真的是有点早，感觉活动越来越密集了。对呀，敲到电脑了，比赛真的难。我们会努力的，不能睡到自然醒。大家努力耶，努力！我赢了，臭人！工业。而且你看，今天已经8月31号，明天就9月1号，然后橘色公演就9月19号，天哪，超级可怕，我真的觉得超级可怕的，就快了，真的很可怕哎、欸，希望你们都可以顺利买到票好吗？拜托你们不要睡过头，拜托。一只冲浪的企鹅吗？会做噩梦，梦到跳出八个八吗？跳出八个八，我自己先去自杀，太夸张了。谢谢宏伟，会好好抢的，好哇。睡过头会被黑单，是不会啦，阿世林，是不会啦。希望比 mini 控更香。哎、欸，你要很多哎、欸，要很多，抢票真的不容易，尤其是新公演。对啊，我觉得一定很难抢。先空光一包卫生纸，不能去空夜 QQ。
好可惜哦。会努力抢票的，加油陈。都是别人销售，不是我，是不是英雄吗？好坏哦。超想要坐前面闻胖胖姐的发香，谢谢阿胜。会太贪心吗？太贪心了，太贪心了。戴口罩闻不到，看得到闻不到。不过你们很辛苦了，因为要戴口罩，可是还是就是想应援，所以很闷哎，超级佩服你们的。像那个小妹妹哦，你是说我的新饭吗？嘻嘻。因为你试过了什么？什么？好可惜，你要是翘家去看了，加油，空爷。好坏啊，叫人家翘家。戴口罩有时候会喊到断气，超级辛苦的你们。不要乱加油，为你加油啊，空叶。账号很假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在说谁，哈哈，嘻嘻。谢谢玉，你要翘家，我怎么收留你啊？你可以去松烟楼下睡觉。昨天难得没戴口罩喊空，真是久违了。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哦。哎，你不可以说是偶像叫你翘家，你很坏，你这样子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有空眼。谁看过一次 mini 空就要变 reset 了？谁叫你之前都不来？嗯，上面楼下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。没有啊，你就直接睡在草地上啊。阿水，谢谢阿水，圣哥超神啊！阿水是阿水耶，阿水一直叫人家阿水，人家名叫阿六。谢谢阿水，这是选拔礼物吗？谢谢。下大雨会喷到，算是耶！ Yeah, 谢谢阿水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你的剪刀石头布。开心开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有看到企鹅，对，我觉得上一次是真的，因为如果要在下一次的 mini con 的话，可能要一段时间，就是我们之后会比较着重在 reset， 可能是这样子，所以而且我们上一次 Bell Flower 是跳企鹅，所以我觉得上一次没来的真的很可惜，真的。期待林杰认真练习的成果，请不要只期待我的，你要期待整个 TP 的大家好吗？我们大家都超努力的，真的。感觉我们紧张，我们真的超紧张的，我们真的认真的在紧张。我觉得我们一整场的 mini con 全部人都在紧张。企鹅有看到真的太好，真的恭喜有看到企鹅的大家，好险好险，下一次有去，恭喜你空月。想听我喊新竹，可惜可惜。Maybe 超感动 ，Yuki Maybe。你去到最重要的一场就 OK 了。可是你之前都没有看到我 TP Festival 的 Center 啊。谢谢田，谢谢陈，谢谢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什么？没办法，你看我永远看不腻。嗨，点钟，谢谢阿顺，谢谢。为什么我没有道具？我也想要有道具，我也要道具。我在哪里可以用到道具？我不知道在哪里用道具。哦，我输了，哎，输一点点而已，真是的，讨厌，好可惜哦。嗯，谢谢阿顺，谢谢阿树林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还有西西。谢谢谢谢阿顺。差21000，说一点点，一点点就是一点点啦，绝对就是一点点。我们不要气馁，你有看到 maybe 错2拍？哎，但是我超快就救回来嘞，我很快就救回来了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瑞瑞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快就救回来了？我没有用道具，我没有道具，我不知道在哪里用到道具。嗨，玉佳。是你们没丢的关系，没丢什么？算很优秀是吧？哎，我超级快就那个哎，道具就10个交换一起丢留住。哦，是哦，哦，是哦。那样差一点点而已吗？虽然差很多，但是还是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很棒了。嗯，优秀啊，优秀！谢谢瑞瑞，谢谢俊。哦，原来是要10个人丢才可以。你们很棒，对啊，阿水哪里不棒？叔叔是不是阿穗吗？阿穗，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叫你啊？因为只有我那么蠢会叫错人家的名字，讨厌。不是叔叔，阿穗是什么？那就还是在台上叫错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哦，我刚刚想到他不理我了，是不是很卡？我刚超卡的，是不是很卡？你们会卡吗？卡卡的，有点延迟。那现在嘞？现在嘞？在小卡，现在还好吗？顺，现在正常，好好好好，好好可以可以可以，就这样。现在很漂亮，谢谢。有点女生卡卡。覆盖在墙上的小卡，现金卡。对，我不能重进，讨厌。这种风格取绰号也只有我了，阿水，阿六 M 水，阿水耶！陷阱杯 ，Ripper 杯，
你永远都会掉进我的呜，这话讲话好酷啊，掉进我的陷阱。阿姨好哥，谢谢好哥。谢豪哥，嗨流星。通常都是念前面而后面，念前后。阿水，大家都自愿跳进去。对呀，大家都是自愿的啦。啊，因为大家都太爱我了，耶！全宇宙最甜蜜的陷阱吗？讲话那么甜，女人。我喝什么饮料？我喝桂格颗粒燕麦，好吃，好喝。心情超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心情很好啊！可是想到明天心情就不好，想到明天就觉得很累。可能刚刚练舞练得很开心吧。你今天超嗨，为啥陈？哎，雪锤，明天是多早？明天大概就是，差不多5:30要起床，差不多啦。嗯，大概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四单选拔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大家都超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大概因为前年去了台南，甜味还在，难怪你讲那么甜人。是我要准备，对啊，要早起准备啊。社畜陪我耶，瑞、瑞陪我，我卡位卡什么位啦？是哈龙。你真要睡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要那么晚睡吗？嘻嘻。是明天，我还没开学啦，大学生没那么早开学。5:30还没下班。一直住台南，什么什么也没比较甜，可能是人的问题。早点睡，嘻嘻，身体会比较好。你以为我高中生？真假的？你在甜言蜜语，还是你在讲假话？是你的错觉，还是我眼睛很美？应该是我眼睛很美。相信。住台北会比较严吗？可能就常吃盐巴，我觉得比较严这样。对啊，大学生，对啊，大学生都是9月中啦，没那么早开学。你不甜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干嘛不好意思？大姐，你很棒啊。演你表，难怪阿姐都演你，我演很多人，演超多人。你当然知道我大学生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，阿如？希望大家期待 MV 好吗？希望大家期待 MV， 可能明天没人走，可能明天可以6点起来，六点可以多睡半小时，六点，差不多，哎，6点可以耶，6点。反正大家期待 MV 很棒的。要叫我起床吗？你要怎么叫我？永远18吗？耶，阿如，耶，在你们心中永远18。反正就变6点了，5:30到6点还好吧？啊，你觉得我讲的每一句话在你心里都甜滋滋的，是吗？臭玉人，
星星企鹅都期待。被冷起的，为什么？不盖被子吗？怎么会被冷醒？你在我心中本来就十八。对啊，被冷醒是踢被子吧？对啊，对呀、啊，阿水，建议再多睡一下。不行不行，就是心中的那种小恶魔空夜，就是把闹钟按掉，继续多睡，然后结果就睡过头了，就是那种小恶魔。不行，这样。我要念排名喽！被子都被我抢过去盖，是我要是跟谁抢啦？是要跟谁抢？按掉闹钟后一小时，对啊，超级可怕哎、欸！真的花生，再睡五分钟就对，就直接睡个头，直接那个洗手时间就超过，人间蒸发、啊，所以。你坏坏，你坏坏，空间小坏坏。永远十八的天使学妹，耶！开心。跟什么？跟山野怪抢？山野怪不用盖被子啦。好啦，我要念排名了，大家。我要念排名了。你的再五分钟都只有两分钟，还不错啊。按那排名喽。希望你们心情也很好，好吗？念 ，OK， 念。今天第十名，哎，今天的第十名是明金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渐渐，谢谢渐渐，谢谢今天的第九名包，谢谢包。第八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七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第六名是 Jin， 谢谢 Jin。第五名是豪哥，谢谢豪哥。第四名是陈，谢谢陈，耶。第三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二名是阿水，谢谢阿水耶，阿水。第一名是狗大几家胖，狗大几家胖，胖胖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阿胖，阿顺，点击领取。有我就不勾搭吗？点击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阿尚，耶、yeah ，谢谢。不可以拒绝，绝对不能拒绝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，非常的感谢你们，希望我今天的好心情可以传达到你们的心里。OK， 强制领取没错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传达到，有那就好。
都可以开开心心的。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然后还有为我庆祝四单选拔，非常的谢谢大家。希望大家可以早点休息好吗，然后不要明天上班上课，加油。爱你们。我下一次直播，下一次直播是礼拜五，对不对？礼拜五，我记得礼拜五。明天下不是明天，下一次直播是礼拜五哦。希望可以见到大家，大家奶奶。礼拜五九点半，谢谢俊。礼拜五九点半，奶奶。明天加油，好的。奶奶，奶奶乔，奶奶东东，奶奶阿凯，奶奶阿如，奶奶幻影战士，奶奶空月辛苦了，奶奶俊，奶奶花生，奶奶，奶奶流星，奶奶萝莉，奶奶古早味，奶奶柠檬，奶奶瑞瑞。奶奶大剑，奶奶黄鱼，奶奶希腊，奶奶玉人，奶奶剑影，奶奶卡木伊，奶奶西西，奶奶浓眉，奶奶阿水，奶奶是什么？那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谁啊？小蜜蜂，田中，奶奶田中，奶奶阿胜，奶奶樱桃猫。奶奶俊，奶奶不会睡过头的好吗？大家也不要睡过头喽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记得投票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哦，不是记得投票，我跟你说记得投票，记得身上装好，我会，但是记得投票，已经快要十一点了，滴滴五二冰放到十六票之后到十一点好吗？还没投票，该去投票，谢谢。还有那个异想天开的，那个到什么时候啊？还没投思雅的 ，OK。都投好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